俄罗斯总统普丁在当地时间11号前往土库曼会见伊朗新任总统裴泽斯基安。虽然这是两人的首次会晤，但看起来似乎是一见如故。普丁对伊朗加入金砖国家集团表达欢迎之意。普丁和伊朗新总统会面之际，正值中东局势激烈升温。伊朗对以色列发射180枚飞弹后，以色列如何报复回击，目前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。佩泽斯基安表示，美国和欧洲不希望中东局势平定下来，他和普丁的立场一致，将中东动员原因矛头指向西方国家。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